为了俾准新生进一步了解新校园，澳门大学特意在6月10号举办澳大准新生日，并且安排了很多不同的节目，包括学院、书院、通识教育和荣誉学院的简介会，还有学生公关大使带领游览校园。活动有千几名学生和亲友参与，场面热闹。在大学里边，不但光要得 A， 还有两个 C 你要得。第一个 C 就是 communication， 也就是说在大学里边，不但我们要学会很多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。第二个要 cooperation， 也就是要协作。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美丽漂亮长期繁荣稳定的澳门，综合的全天候的向我们每一位同学实施最好的最现代化的教育，使得每个同学都能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好大啦，同埋会有嗰种好似欧式啊、葡式嗰啲风格咁样，都好靓嘅。然之后俾我感觉好舒适咯，觉得喺度住好开心咁。因为我知道科技学院嘅，即系最近已经有3个课程系已经受咗个国际认可啦，所以我觉得我期望可以通过呢个澳大。通過澳大踏出世界，即係跨越世界。佢有啲穿梭巴士，所以都好方便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去參觀啊，同埋聽講座，同埋講咗啲嗰啲講師院長啊，都講得好清晰啦，同埋有啲發問時間都可以問到自己想問嘅問題，所以都我覺得今日嘅活動都好滿意嘅。